我这人怎么这牙怎么黑的？我怎么黑的？这边都缺牙，为什么？那就是他照片的话，就是黑牙的那个吧，就缺牙的才会特别。应该是跟缺牙有关系。哎，你看看几个黑牙就完了呗。哦，对，这是几啊？一二三四五，这有五个。这个呢？一二三四，这是五，这是五。比比姐，你那边有几个黑牙？啊，一二三四，四个。一共有几个黑牙吗？五五四，十四个，一共有十四个。哦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把它转过去之后，最后看的是一什么形啊？我们把黑色的全部转过去，来把这个黑色的转过去，然后看它最终能看出一个什么形来。这是个什么形状啊？嗯，这是个 K， 哎，这就是 K， 这是 K。你反向看，这是一个 Z， 这是 X，Z XK， XK 代表什么？哎，我们试一下嘛 ，Z XK。错了，他不可能这么简单，但是就这意思啊。他肯定还跟三一二五四有关了。三一二五四，三一二五四，如果是按那个字母，能拼出单词来吗？三一二五四，三一二五四，嗯。人留个答案也不留个直截了当。哎，这个是 C。哪个？这个是 C。为什么？因为三一二五四这样连的话就是个 C。哪个？三一。对，二五四。二五四。C 吗？对对对，对，这是个 C， 对吧？没问题。啊。就是你每组都是按这个数，按这个来弄哈啊。然后在这个连三一二一二没有，这就断了。三，这个二没有耶，那个也不行，哎呀，那也不对。整个看看呢，往后退，看整体呢。整体看对不对？三一二五四，我刚就在想，一二三四五五行，横着数是五排，数字代表的是整行。一二三四五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顺序是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要挪成三一二五四。就第一行是如果是一行的话，就把第一行的这个空格挪到第二行里去，整行移动，就把这一整行移到第二行，然后把这一整行移到第三行嘛，然后把这一整行移到第一行嘛，就是把每一行挪过来就行了嘛。哦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就直接这样移嘛，好不好？哦，直接翻过来就行。对，直接翻过来，先把第一行的先移了。它现在是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要挪成三一二五四，三一二五四，来来来，整行移动嘛，把第三行移到一行，这个移这个就好了，这个不用移，是这个是这个，然后现在移第二行吗？移第二行啊，三一要移一，一对，一就是这有两个，这有两个，这有一个。这有中间有一个 ，OK， 对了。一般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假装吧，我们要给气氛。哦，啊，对，他说的好像是那个。哦，对，那个移一下，那个移。哦，是是是，对。你说说。
跟他想的一样，其实。对。好，第三行。第三行是二，把这个二，把第三行，二的话就只有中间那一个是。这只有这一个是。对对对。那中间那个要盖上。盖上，盖上。三一二五。五的话就是那边两个。两个。这边两个。对对对。这边呢？这是中间的，对，中间一个，对，对了。四的话是这中间一个，最右边一个，这个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三一二五四，那出来了，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S。S A D S A D S A D 对 S A D 对对对对对对。S A D 输一下呗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sad 嘛 ，sad 一定是难过，一定是这样的，跟 open 是异曲同工之妙。我现在好 sad。Yeah，sad 可以，走吧，走，小杰，小杰。